最近经过我的坑蒙拐骗，终于把表弟骗到元神了，哈哈，这下子我可不就放飞自我了。怎么样，元神好玩吗？赏伤害变高一点，充钱可以让你变得更强。啊，这，那我还是带你打升级材料吧，也能变强。别打字了，我都打完了。怪怎么没了？当然是我鸟啦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这个叫等级压制，你来我这儿。果然好土啊。看到没，大佬能秒怪也能秒你。没有经验，但人心隔肚皮，所以你以后千万不要让别人进世界，知道不？我一个人就能把你带成大佬。今天带了个萌新，问我身边飞的这个是什么，看来这萌新还没见过宠物啊。这是宠物沉水精灵烟朵拉。怎么得到的？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，是要打1000次沉水精灵。可以。我伤害很高，还行，你还想打什么？啊，你不会让我带你打1000次吧？还可以吗？你真敢问啊。好吧，是我造孽了。其实还有一种办法获得，你来我这里，只要来到这里触发剧情就可以拿到这个宠物了。你这个是临时版，一上岸就没了。啊，大佬这么久没上线，怎么知道回来玩了？我得去看看他在干嘛。你在干什么？打 boss？ 你站这儿怎么打？对了，快看我抽到一蓝了。哟，大佬这么就不玩，剑法这么拉拉。我多少？你就是这么打 boss 的？让子弹飞一会儿。强啊，大佬！你还带飞的，还下了个蛋。今天带了个萌新，跟我说萝莉没一个强的，我不信。你好呀，需要帮忙不？这看来是一个纯正小萌新啊，我来带你打。我等你好久了。看来纳西达名气很大呀。女朋友？我纳西达伤害还行。你伤害怎么突然变高了？那当然是元素反应了。还打什么？好。What the fuck？今天带了个萌新，跟我说他16抽出的伞兵，看得出来他很开心，也看得出来他真的很爱伞兵，打啥都用他。
但你也没必要真去硬打吧？你没发现你打了半天没掉血吗？嘿，看来这魔蝎还不懂元素反应啊！那我来教教他。这个角色其实以前叫雷电国风，顾名思义，它需要雷电的力量。等雷雨天的时候，被雷劈一下试试。跟我来，被他劈一下也行。你死定了！你再去试试。赶快偷偷的给他挂个E。今天带了个萌新，他问我背上圈圈是什么东西。哎，你还别说，当初我是萌新的时候也好奇这是啥。这是雷神的技能，好好看，你也想要啊？那给你一个无处遁逃。只有一个眼睛是吗？那你打一下怪试试。无处遁逃。跟得上我吗？ Nope、但凡你失误一件、再让你试一次。微光无限。哦，长就对了，无敌了，勉强算吧。诶，他去哪儿了？关键我也没想到你直接去钢狼王啊，还想要更强吗？要不你把安博升满级试试。What the fuck？今天带了个萌新，问他需要帮忙不？萌新呢？不是啊，你怎么被关进贝壳里了？采纳维亚材料被关了，那为啥不出来？是里面很好玩吗？出不来？那出不来的话，你去纳维亚让我看看。没有，没有，你采什么材料？你敢提前备材料，你很勇哦。你可以传送出来，来我身边抽，肯定能出。他在抽卡了，肯定在抽了。他怎么跑了？他咋又进贝壳里了？你怎么又进去了？出纳维亚了吗？